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要来趁机赶快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没有发现，是因为他某一次改版之后，就是他也只是稍微提到吧，官方啊，官方稍微提到而已。但是这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。护符在我上。也不是上一支啊，很多支影片了啊。那时候提过，就是他从同盟移出来了嘛。新玩家可能不知道啦，但是老点玩家应该都知道他从同盟移出来的嘛，护符。那最高就是105了啦，不会变了，这里都没得提升啦，110就是满啦啊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在之前没有人。特别去研究这个东西，就是随便乱装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全武将就装什么全武将，对不对？OK，给各位看一下我自己目前配的是什么啊。那我来特别讲一下原因，是因为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有些人没有注意到，这个是英雄，是我要看到可影响英雄，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像这个是子龙嘛，子龙曹操。版本龙马，莫德雷德、小早川啊，这几个是大家比较常用的。可能我再来一个修女。好，这里面有前排跟后排，子龙前后都有人放，曹操基本上我看过是都是后排啦啊。但因为曹操本身是高练嘛，maybe 有的人塞前排就塞一只小早川前排吧，基本上都前排吧，莫德雷德前排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可前可后的，对吧？那我配法是全，然后后列武将的攻击跟武将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，我把小早川洗掉了啊。莫德雷德，我也没有特别用他，唯一的工他就是工具人啦啊。子龙我就把他基本上有时候是放后排。目前我的队伍放法是放前排啦，因为我的子龙没有练啊。OK，好，再来。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啦，这队伍全队都是前排的嘛，所以是前列哈，这都前列。圣诞凯撒这个其实可以考虑洗前列，但我那时候洗的是我给洗给圣诞，这不是特别洗啦，因为我只设这一行就出这个了，我也只能选了一个，我要在一个金的没这么简单啦。最后一个是安倍啊，秦始皇、关羽啊，这个我也是洗给后列的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自己的护符检查一下，你的队伍的角色到底吃不吃得到啊？有没有这个加成啊？这个加成有没有吃到啊？你如果假如说你像我这个。我刚有的全都是后列的，对不对？我像这全都是后列的，我把这个角色放在前排的时候，他就吃不到这个什么生命跟攻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进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对面角色的数值不不不不不不跑上去了。他们这个护符的附加属性啊，就在这里啊。基本上玩久了都九阶啦，这个只能慢慢来啦。我记得好像3天1次吧，3天升一格，真的是有够累的这个。龙族概率5%那他这里都写5%啦，大家自己按个20次吧，按4次再来抽一次，看你是什么。对，那这个都是那个什么。试炼掉的，如果你这个不够啊，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啊？这个九桃，我看得到那个东西，我突然很好奇，这个材料叫什么东西啊？这材料有名字吗？它没有名字哎，它不是材料啊，它不是材料啊。是货币的一种，是不是？
我看他掉的是什么？他应该要有一个名字啊！哦，新币啊，他真的是币耶，他叫新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同盟经验嘛，新魂、新币啊、哦。反正这东西如果不够的话呢，哦，你们自己跟工会的开支会长还是什么，大家自己瞧一下啊、哦，自己跑这个。那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会固定集中给特定的人啊。哦，就是因为新朋友这个生进度跑不完嘛、啊，所以我们会固定集中给几个新朋友这样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还没全满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洗这个啊，这个金色的金色紫色这个、啊，我个人诚心的建议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护符铸造啊，它这里之后到一段我忘记多久，60吗？还几等之后？你之后可能50或者70，你三个才能升一个，到那时候你再来洗，因为你的时间才够久，你这个才有效益，不然呢、啊，你都不只是把这个新币啊浪费掉而已啊，因为你这个洗了之后啊，它这个数值啊，你看我可以，假如说你然后你5阶好了，5阶我洗了一个。我洗一个金色的出来，有金色的吗？啊，紫色也行啊，随便。你看它的数值，同样都是紫色，这个有前列的，甚至比全武将的数值都还要高的。你看它的5阶的跟9阶的比差很多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前面的数值啊，你前面这个熔炉等级啊，前面还升很快，大概一天一级的时候，不要这么快洗啊，这个只是在浪费资源啊，这个都只是在浪费资源。像你后期大概3天升一次的时候，你要用就发现啊，这个都不够用。对啊，当然最好是到110啦，可是110吼真的太久啦，我觉得转换成集战力还蛮重要的。只是不要浪费而已啊，所以，大家在这个分配的使用上啊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你就是3天一次的时候再洗啊，这个是蛮可以参考的吧啊，这个是护符啊，今天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东西，好吧，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看法，护符是蛮重要的啊，这个数值的部分。如果你要进去开打前给对方一个惊喜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这样几分钟，我们录了几分钟，这样才一下下而已，是不是？